实的啦。我的人吼都较粗鲁，袂晓暗迷人啊。尤其是我看到查某伫咧流目屎吼，我的头壳都安尼乱糟糟、脑顿顿的。你看啦，你少年的时阵啊，一直拢伫咧辛苦。不过这是过去的代志啊，啊，即马阿爷遐尼友好，阿母连个会当接受你，甲你当作那个的亲生小妹，替甲你看待。这都未输人铁讲的哦，艰苦头开花尾啦。听到阿爷那娶某成家了哦。啊！你都会当享福啊，敢不是嘞？啊！我嘛知影不应该，一直等你想过去。啊，不过看你可惜，我伫想起少年时阵，搁你痛苦回忆。为什么？心头放阿开啊！接受一寡未来要安怎过，这较要紧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常常陪你出来行行逛逛的，我会陪你出来散步。啊！不要啦，以后我绝对袂放你一个人。孤单生活过日，你的心内有真侪真侪痛苦，不过我无希望讲，看到种无好的情绪，你捂在心内，你大声画出来，这种痛苦、这种悲伤，我大声画出来，你心内才较好过，啊？是你教我的，咱第一看飞机的时阵，你教我的。好了，我若心情郁卒的时阵哦，我用这种方式来解压，就好，你试看卖，好。来，开始，咱做回话，三、二、一。才你好，啊！不过需要时间，失去我唯一的情人，不是讲画画就当无代志。搁再讲，我今晚画不出来。可惜，我只是爱你快乐啊。不要紧啦，你咪勉强家己。可心，你甲我当作残缺你的亲人安尼好不好？我伫恁拜年前就抓过啊，我会好好照顾你一世人啊，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我拢袂离开你。
洲。这两天我研究公司各种的报表，我发现公司外销部分可能都有淡薄困难，所以我想要做外销这部分还是个功夫啊。你不简单嘞，都来公司你就顺着看一下报表，才讲咱公司有这方面的缺失吼，实在真不简单。刚才凭你几点的好的开始，就成功的一半，只有挺你，哦，只有，多谢你。哎，麻烦你哥，可以去一下了，这样。哎，阿布，给。哎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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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你哪来哈？啊，我家人哦，来个见娘家人。OK 啊，喂，以后吼，唔通安尼好唔好，伫咧甲建中创治呢吼。我来讲，你建中我哩也巧，拄来公司呢，刚看一个报表，所以知影公司到底哪里要改进，哪里的缺失在哪里，拢一清二楚呢。刚才这点我都足佩服伊啊，还真无简单嘞，少年出英雄哦吼。讲到这部分哦，我嘛爱负淡薄仔责任啦。你当作是两间公司为了要抢日本外销市场，加减对恁公司造成一点仔影响，那么建中你放心。今仔去抓日本，完全拍开这个市场啊！既然两个兄弟也讲好要合作，那恁二兄拍开这个市场，嘛是等于替恁公司拍开一个大市场。以后大家共同享受这利啊！对啦，对啦，以后吼，大家唔通安尼分来分去，安尼拼来拼去哈，卖用心机在做生意啦，应该做伙将这个饼做有较大块咧。我相信你讲，因兄弟啊，那咧做伙同心协力、认真拍拼吼，这水产类的，会当出国甲人吼，伫比赛摕冠军回来啦。弟啊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愈来愈信心啊咧。我答应大家，我一定借张客票，也够利用外销的经验，重新经营这间公司。哦，是是是，赞！这句话讲得赞。以后我跟你姐这两个上大的股东哦，就帮你个娃娃福气安尼。我等下坐他们厝的，单算钱就好了，安尼好。林委员，听讲你有代志找我，你知有啥代志哦？我知影本理事长做人做事拢真水气，所以我慢慢先上远啦。好。你应该知影，我嘛咧经营水产加工的生意吼。我知影，安怎样？是安尼啦，啊，着前一阵啊吼，我工厂啊加工了后，要送出去外销的产品，让喜会动得来啊啦。啊，这是因为吼，喜会着唔肯让阮出品来认证啊。这件代志我知影。不过我听讲是你的水产加工公司趁进一波寒流，鱼仔拢冻死啊。恁着用上低价钱，鱼仔买入来加工的呢。安尼是安怎哟？这肯定着真严重的食品卫生问题。当然，阮喜会无可能让恁通过认证。这有啥问题啊？我知影关键是你啦，啊，只要你愿意点头，我要摕到认证就无问题啊。你可能找唔到人啊啦。虽然我是协会理事长，也不过协会所有的一切运作，也是要照规矩来，唔是我讲的准算的。你唔通没记住，我是海淀的议员哦。歹势，议员嘛同款。阮协会有一个真重要责任，就是要替消费者把关。谁若敢卖恶心食品？我绝对会动到底。我这是外销呢，啊，咱国内人也食袂得啊，你是烦恼啥哈？林议员，你安尼讲是咧笑咱台湾人的面子呢？我无可能因为你的私心，就来破坏咱台湾外销水产的好名声。你讲这根本就是借口啊！你是因为我是招院长的人，你才挑故意来找我的麻烦。歹势，我是以事论事，无像恁的周大院长串做拢做一种公布私事的见笑台。方世海。你卖两种我唔知影哦，你安尼当我公司的外销食品，目的就是为着要帮助我金星甲红水泡的公司，让恁公司会当独占外销市场，对无？林委员，无影无实的代志，你卖了后袂讲哦。你卖定定青啊啦，我已经听人讲啊，即卖恁这两间公司已经要合并，由你甲恁小弟两个人共同来经营。你卖给我认真，敢咧故意咧刁难我？目的就是为着要让恁家己的公司会当独占外销的市场，图恁家己人，敢不是嘞？你这么想啊？做菜化两餐，去了要等我的路，我嘛唔敢甲你老吵啦，要死哦，等大家都要死啦。好啊好啊，我无想要甲你讲，歹势，请你离开。你真正唔爱我讲这种？无可能，我做理事长有一个原则，做每一件代志，拢要对得起家己的良心。好，那安尼你就等来看。我无法度卡你，我得找恁小弟。我会动用我做议员所有的关系，让恁小弟的公司经营袂落去。到时阵，大家喜爱产品拢卖袂出去，无法度外销。
我才看你这个鱼丸理事长要安怎跟所有的渔民交代。等你家己想清楚这里面所有的利害关系了后，你才来找我讲，哈。林议员走去阿贤呛声，这个后悔呢，只用干胶面料做屁股，会当还你行的。我不驾驶袂用的，后尾知影我看到咱的人，还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嘿，爸，不要紧啦，要抢就去抢，为着家己兄，就当下搞你肥啊，绝对无可能让步。伊是议员的，伊若真正动用所有关系来对付恁，恁无一定为了还。爸。那你今麦是变哪？真简单啦、啊，既然是议员嘛，咱和另外一个议员去对付伊。另外一个议员哦、啊。对。咱现场都有一位偌大议员啦、啊，迄真正爱人选啦、啊。爸，今麦意思讲要甲遐重大的责任交我，安怎？你若无法，你来早讲吼。唔通到时候闹亏呢？唔配啦，爸，你这里放心啦，这件代志我会好好处理，绝对袂让你失亏的吼。哎，记得啦，唔通阁安尼动刀动枪啊！今麦伫做伊设计啊，唔是咧搬古装啊，莫来夹袂着就白夹刀小台吼。你这机会啊，夹大真久啊，你应该知影要安怎做。爸，你这里放心啦，参照对付林议员这种严格想要趁红买的查某。台阶唔用个舞刀啊，吼！爸，你最放心，这个代志我绝对会处理个好些啊，好些。安尼就好。真好。你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对付伊啊？来讲了一点哦，要先给你卖个关子。对啦，建章啊，这个公司一切拢要搁适应啊。今仔个娃娃有去青山耍了解。其他业务冇咧研究啊，慢慢就熟手啊。安尼真好。我一句话想要问你，这句话嘛是阮丈人爸的心内话吼。你到底什么时阵要娶我啊？等我虽然成功，我保证，我一定赶紧甲娃娃娶你讲，好娃过着快乐幸福日子。哦，爸还以前无简单嘞哦，建中足厉害。这句台词哦，主将实在我讲到今嘛，讲到咁要臭酸去啊嘞！你还未四十岁嘞，千万唔通出一支嘴了哦，啊，出见笑的啦，爱个拼，爱个拼啊！知啊。学姐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加油！我教你。你心情敢有较好？主任有讲过啦，阿伯脑部受伤的所在本来就真危险，就算讲伊赶回来，嘛无一定有把握会当拿血块提出来。学姐，大家拢足钦佩你的呢。你免阁安慰我。小莫，双腿双侧是骨折，血流不止。你知道，你先把你养会，然后通知血库准备两千 CC 的血。清理伤口，学姐，还没麻醉。哦，秘书，先麻醉。是。我是你从啥？冷静落来，唐可心，冷静落来。唐医师要挂电梯不？唐医师，唐医师，刚挂电梯补充水分。啊，好，鞋带跟点滴都挂上，然后先处理腿部大伤口。爸，我一定给你救倒回来，我会加油，你也要加油。
跳六十八，血压7835，血压持续下降。唐医师，都准备好了。阿伯已经脑死了，伊即摆是靠着维生装置在维持伊的性命，但是佫拖落去，至少会加艰苦。唐医师。医师，唐医师，若无爽快，敢会麻烦你？无问题。唐医师，不用紧啦，我来处理就好。你先去边仔休困。手术本身嘛是无啥问题啊，你应该有一个医生接一下。啊，不过我爸赶快把救带转来啊，这就是我的失败。我失败一遍，哪有可能有第二遍？我袂阁举手术刀啊，我袂阁去害别人啊。可是，你听我讲一下无？恁爸爸死，真正不是你的不对啦，伊嘛是人呢，不是神呢。只用用尽人事听天命尔，大勇仔你已经尽力啊！你听我讲，你爱好我坚强的，够少一个患者需要你的帮忙啊！我知影传承王生对你来讲是真大的打击，啊，不过传承嘛一定希望讲你能做一个人人拢尊敬的好医生啊，敢不是？你绝对袂让伊失望啊！
无得着，我根本都无应该读医学院的。可是你袂用安尼讲，你是一个足好医生的。刚刚你袂记啊？你以前嘛来救我过足济人的啊？你莫阁安慰我，我知我应该安怎做。可是，是的，害大家失望了。可是，可是。水果大，你老实讲，有无？无啦，我讲无就无呢。你讲白贼，我明明就看到恁两个手牵手，我讲无。哎呦，那是你目睭脱汤啦，啊！水果大，大无人搞就搞担当啦。哦，你安尼想要输啦？请。啊，这叫我输啦？哎，马莎，你看你那两只弟啊，安尼无大无小，叫我输啦啦，啊！大，咱讲实在啦。那你讲哦，超代志啦，还是讲气票哦，大哦，你真正是一支的啦。啊，若讲你感情事哦，你真正是变。阮大的意思就是讲一支的，输啦。啊？伊讲的哦，我是无讲哦。不，马三，好啊，恁大家安尼，拢安尼咧联合在搞洗面的啊。洪先生，你嘛帮帮忙哎！啊，吃个这阿公才牵着手，连起厝都无，无怪你又去往人笑哦。哎，对，你起厝真正爱练蛇功哦。今嘛是无伦理啊，妈。讲话啊，莫安尼伤过吃亏啊，拄好就好啊。水无大啊，你也免伤过郁卒啦。这就敢那拍棒球同款，一队上歹起你啦。一旦让你打起你的时阵啊。就敢那牵过手共款啊！你就应该开始发动啊，倒立、二立、三立，一直甲取落去。那这点你会当甲阮大请教一下。伊拄啊开始的时阵啊，话必输的呢，连 Amy 小姐的手连牵都唔敢牵啊。结果互上一队了后，食了才滋味啊！一直冲，一直冲，冲到转来本垒，三天以来就甲 Amy 小姐牵了起来，青皮猪下饭啊！你靠背啊！啊，你讲讲讲，哪去讲你我这来啦？啊，大。天气会比这个咧，嘛是望讲吼水无大较主动的。啊，若无水无大，即马遮老，啊，甲彭女士实在遮尔久，干呾只有甲牵手阶段尔。啊，若是要等甲同房，唔着爱等甲百年了后。哎，这是妈妈的，讲到要百年。你哦，唔安尼愈讲愈唔是款啊！好啦，你莫讲啊，你莫讲啊。大啊。嗯。啊，讲遮直直讲，你也莫听两后，等下伫遐连消费啦。一关感情问题哦，咱在讲哦，也是安尼慢慢来哦，较实在啦。啊，就参像你甲彭女士安尼啊，敢袂准哦，伫咧黄昏之乱安尼，手牵咧哦，啊，当面散步，啊，看海鸟吼，啊，听海水的声，哎，这款的气温哦，嘛敢不是一款罗曼蒂克的气温，袂歹啊。哦，对啊，马少多哎，拄只你讲着慧心阿姨，我拄仔好一件代志要甲你报告啦。啊，我甲我妈讨论过。我想要留伫迄只斗三工啦，安尼哦，可以照顾着明昌，啊，所以你下饭店哦，我要请辞啊。啥？啊，未做一个月，你就要落跑啊哟？哎，你是看袂起阮大哟，还是嫌阮饭店无做位，你做袂下？哦，冤枉哦，马少大哦，伫我找无头路时阵，互我问了，我是我刚急的呢。啊，不过我即马哦是一个好妈妈啦，啊，伫咧台北食头路时阵哦。但拢会想起明昌啊，啊，所以我想讲哦，归去哦，就搬转来家啦，安尼哦，才会用好较培养母仔囝的感情啊。骗笑的，我看你是嫌阮大，互你的薪水伤过少，利用这个机会想要丢冤家，对无？嗯。天气哥哥，你哪安尼讲？那我伫个家食头路，薪水是足少的呢。你想看卖啦？啊，像我这么爱钱的人，哪有可能放弃哦？迄薪水悬的所在啊，转来吃嘞？这拢是因为哦，为着亲子关系啦。哼，讲的比唱的较好听。真是的啦，那我今麦已经改头换面做好人了呢。嗯，是吗？我看你的嘴骨真巧滴嘞呢。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啊，小李哦，依靠你心话呢。专心来照顾这个囡仔，咱应该来好好来成全伊啦。小李啊，啊，蛮好啦，啊不，你着留在咪遮，啊，好好来工作，啊，台北迄个开哦，是甲我只找人来接你哦，吼。
多谢马少端，你真正是最大好人。小廖妹，既然你要外头咯，无规矩啦，我今仔食一摊，算你赢啦。你食较歹个咧，恁祖妈买衫都无够，要请恁两个饭桶，你拄好就是头壳歹去哦。在这个世间，只有明昌会晓给我请食饭。假使你若要叫我一声妈，况且我阁会考虑一下。你叫无？唔叫，唔叫我来去无用啊！妈子啊，啊小李呐，假使讲老店家吼，哇，多通好治疗你这两支体啊嘞哈！我现在讲因三个哦，若当做伙哦，一间餐厅的处长哦，免外久就夜里走啊。同学都无好，对不起，马少东，哎，你放去休息一下。来，坐坐。坐啦，坐坐坐坐。哎，不行啦，那你咪应该不应该啦？哈，我是你烦恼可心的代志啊。我一直在考劝伊啊，我希望伊安尼休困一下，放轻松，把心情来调整一下。我这可心的个性嘛真够强啊，安那劝我劝袂惊。啊，我来温柔，你也知影啦。可是你老爸啊，当我回去啦。不管伊心情啊，我都能够平静。所以讲哦，你得安尼较食肥咧，啊好安尼来关心伊，来照顾，好啊来鼓励伊，让伊安尼慢慢的恢复信心，吼。这我知影啦，我今麦我的话哦，伊嘛拢听袂入去啊。甚至即马咧伫伫病院哦，替病患者动手术的时阵啊，希望拢会去受到因爸啦。啊，产生这种恐惧症，关键间我是足烦恼的。我是惊讲哦，阿囡继续落去哦，伊想法会愈行愈偏。文强，你若唔惊，阮二铁双雄甲超医师抢过来啊，无得靠阮来当甲你斗三工啊。你是有什么想法啊？文强，安啦。乔医师是新病呢，啊新病就要先药医，然后二铁双雄刚刚到呀，也就快乐啦，一定一定会好，乔医师恢复灿烂的笑容啦。你也记得按时加油啊，哈。好啦，谢谢啊，医师。学姐，你的气色今仔日好足济哦。讲，有啊。你只要甲今仔日同款，好好专心工作，我相信你的心情真紧就会恢复平静，一切嘛会愈来愈好。干巴得！白二铁，啊恁两个是安怎？对无爽快呢？嘛唔知影是毋是食海巴肚，还是叫天帮的感冒传染着？今晚咧四斤两高高，头晕目暗啦，吼目睭看水，金光闪闪啦，水气千条，规个人安尼，敢若火咧烧，规身躯是敢若糖咧转，我好想死哦。对啊，还是我袂足疼呢，我疼啊，疼啊拢变啦，哦好难过。哦，天帮诶。你去拄只讲，是你发着感冒呢？啊，你即摆是为你疼啊？诶，无啦，我是感冒去紧急胃疼啦。不过恁两个哦，根本就免看医生啊啦。恁只要今仔下暗去暂时酒店拍只妹妹哦，我保证恁两个明仔载哦，精神就真好，而且阁生龙活虎。乔医师哦，我甲铁棒是真正人艰苦呢，拜托我讲看一下好唔好啦？好啊，无先留只降温啊，看烧到什么程度。哦，赵医师，你若变到遐来残忍啦！哎，白二铁，我知影恁两个是好心，要让阮学姐欢喜。不过别怪着怪恁白二铁演技实在太烂了。不过阮学姐唔相信你破病，连我看了都要摇头了。小护士啊，我两个刚才刚真歹。好佳哉，恁两个是老模啊！啊，做演完了，再好去我们配嘴呢。好啊 ，Miss Tao， 你先请恁两个出去啊，慢些管我啊，好。乔医师，你安尼讲，我甲地方个普通跟下呢？普啥话啊？一句普通话你袂晓讲了？是啥人讲普通话啊？普通跟下，意思就心碎的意思。我就是讲，你家己咪家己咧不啷讲咧。我都唔是头壳底塞个，那要骂家己哦，估计我就骂你老啊。
好了啦，行安尼一步哦，阮学姐心情是愈来愈歹，已经离开啦，莫去当家啦。小等下啦。我甲铁棒是真正身体无爽快啦，赵医师今日若无讲以后，阮两个对面呢？对面，对什么面啊？对面就是英文，变死人啊！对啦对啦对啦。好，恁两个一个是腹肚疼，一个是胃疼，是不是？还阁感冒啦。好，啊无我先帮恁注射，啊恁也阁无爽快，恁甲阿唐医师帮恁看病。还阁注射？嗯。啊，搬鱼竿免搬几套的。好啦好啦，对吧？为着超医师，出去阮家，六年就过啦。好啦，调情都无咧惊，搁惊注射。等下我若是爱一声吼，我就是输啦啦。行，注射。啊！你不是讲袂爱？比调情搁较疼。啊！Kiki， 拍卵，瓦力，哪紧？早死早超生了。拍卵啦！卖傻啦！敢咪得爱拍啊嘞？足歹看嘞！卖差紧啦！啊！好铁棒，为着超医师啊，这场牺牲是有够大啦。Kiki， 我你我信不信啦？我你甲我讲吼。讲也是正港的男子汉呐，安尼我脚掌较袂疼。讲的都无效，讲脚掌都袂疼。哎，恁两个点点啦？哦。学姐，这两个白眼病人，我以后啊，你敢给我相信好不？唐真，嗯，我想你也是包青等较好啊。学姐。哎，乔医师，乔医师。奇怪啊，咱两个都已经牺牲遐尼啊大，超医师啥那拢袂笑。嗯，拢恁两个啦，笑话越说越冷，莫怪学姐笑袂出来。学姐，对吧？敢有影咱两个愈来愈无好笑啊？讲这都无效。可以死，拔刀也出事刀，这双手还搁有甚么路用？可心，你在海边散步完无久啊？你也知我在家。唐真打电话跟我讲，伊讲你要休个长假，所以我想你应该来家。手会错，是要转交手术刀。可是，这只是心理障碍啊，可是怎么都袂啊。你的手哦无问题，等你的心情较稳定哦，调去一个医术高明外科医生啊。我试过啊，我真正做用心去试过啊，啊，不过你做袂到，我已经对我家己完全无信心啊。而且问我讲伊倒位出问题，我回答不出来呢。我即满怀疑讲，我是不是判断错误？我是不是开唔着药啊？我更加伊惊讲，我伫个手术台顶悬，佮别人害死。文强，我嘛真希望讲，我会当赶紧倒去病院，莫佮阮爸烦恼。啊，不过，我就是做袂到。你是因为你想要伤心吗？这个伤心根本都无关系，是我无得原谅我家己，要把我爸救倒转来。我爸走啊，我做医生的自信，啊，搁专业也无啊。我会记得以前，我若穿着医师袍，我会感觉足骄傲的。啊，不过即卖。我最惊别人看我，因为我的心虚。我会惊别人讲，
讲我是一个连家己爸爸都无得救到转来两公医生。可心啊，伫这病院内面哦，无人会怀疑你的医术啦。啊，不过我已经无得相信我家己啊。文强，万一我无得继续做医生啊，你感觉我是无路用无？可心啊，你听我讲哦。每一个人在这一生的过程中，拢会碰到挫折，拢会碰到行不落去的时阵啊。那是你，我嘛是安尼。像我进前工程哦，连续碰到一挂问题的时阵哦，我嘛就想要放弃啊，敢不是？啊，不过毕竟你有行落去的勇气啊，你当一件一件拢把代志解决。啊，我无你的魄力，我才会当请假咪伫咧厝内底。多表无想要面对一切，慢慢来啦，阿莲莫想多。万一我若无得阁继续做医生嘞？可惜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拢会支持你。只要你若欢喜，我是百分之百支持。家姐，家姐有你伫我身边。可惜，从今仔日开始哦，你脚步放缓慢。心情放好轻松，别去想遐有诶无诶啊！啊，好好啊放假，啊过你想要过的日子。啊，等讲你刚刚这日子过到有一点仔神，你才想讲后一步要哪行。我惊讲哦，这种日子我若过了伤久，我就无想要转去病院。那你我养饲你一世人啊，有滴你食无偌济啊，我想要饲你应该毋是真困难吧？我才无想要做米虫嘞。水大包，欠卡个认真的何仙姑啦。讲实在，我真正有淡薄未惯性呢。我实在无办法甲过去迄个人的何小丽，佮起码比面头前何小丽当做刚才的人呢。阿姨，你安尼佫我会歹势呢。啊，讲起来哦，那嘛是人家的地方啊，啊，你应该爱特别照顾我才对啊。而且哦。自从我哦真心改过以后，我就把你当作是模范的恶呢。啊，除了哦，大家安尼拍拼赚钱以外，我会扛名声哦，特别甲你一同款，做一个武出团，有架势，咱主汉大丈夫。我对你哥无够好哦。阿姨，咱小参详一下啦。啊，我想讲哦，我这公关经理在家，啊，这餐厅哦是安尼，是安尼愈来愈好啦，啊，人客是愈来愈旺，啊，家己人哦，无加班费不要紧啦，啊，等餐厅有赚钱时阵，我是讲赚大钱的时阵，阿姨啊，啊，你是不是会用分一点啊奖金给我，啊，甲我奖励一下啊？安怎？你才来两天啊，就向薪水少啊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是想讲哦，等平昌较大汉的时阵哦，爱有迄个才艺呀，啊，迄才艺足贵的呀，啊，像迄什么小提琴啦、跆拳道啦、啊，英文啦，啊，搁有画画啦，啊，搁。好啦，等赚大钱的时阵，袂亏待你的啦。阿姨，这是你讲的哦，哪里我平昌要报喜会，待去了。阿姨。即卖可心已经向病院请长假吼，啊！你餐厅遮人侪较闹热，而且遮离工地嘛较近啊。我是讲说落来，麻烦阿姨照顾可心一下。袂麻烦啦，我靠袂着可心，打工来陪伴我。啊，
因为我上来工地嘛较无闲啊，啊较无时间陪客星啊，卖家坐伫厝诶，我是惊乌白想。啊，你去陪伊咪诶啦，客星搞好我就好啊。我听人在想，假使我有一个遐尼乖巧、搁大心诶查囡，我好诶。阿姨啊，我嘛袂歹呢。是袂歹啊，啊毋过吼，你话较少诶，我会愈疼你啦。哦。阿姨，我也常来这，是不是？今日着你做生理？袂啦。假使你愿意，会当斗三工啊。迄天我看你伫厨房做计生的呢。哎，其实可心本来就对煮食真有兴趣啊，只不过真正做医生，所以较无闲啊。那即卖咧想拄好啦，啊，无就麻烦阿姨教伊几项啊手路菜，安尼较袂无聊。哎，你免烦恼我啦，我家己哦安排我的时间。一句，一句话就好啦。不是，我做到主家的呢，啊你爷爷哦，跟我耳旁嫩啦，啊总得被外甥较俗的。哦，你有够爱钱的呢。阿姨啊，你袂记得哦，要甲明超交补习费啊。喂，是你哦、喔，啊，只三更无去啊，就请你出粮我何仙姑哦。好，哦，要约我见面哦，啊，当然啊，那是要收你那个小礼物，我何仙姑一定做第一个啦。好好好好，你等我啊。阿姨啊，我有代志哦，要先出来去啦，啊，迄裤脚哦，等我回来再去撸哈。哎。哎，为的叫，给钱老真呢？是啊，为的啊，拢袂无聊啦。